收到啲信啊，收到啲紙，如果係用咗面咧，其實我儲埋佢嘅，儲埋佢咧就落去做 fast paper 啊，資料性嘅嘢咧都係用雙面嘅嚇，咁變咗好過咧就用咗面唔用一面啦。我細個老豆仲慳啊，我哋寫練字咧就攞報紙練嘅咋，因為報紙啲細字啊嘛，寫毛筆字寫完細字啊寫大字，連報紙都用兩次嘅，用完之後仲可以包嘢。資源係有限嘅，係冇可能供應全世界人都過而家美式咁嘅生活。如果我哋做出版啊、寫作啊嗰啲人咧，係有一個意識啊，喺自己出版嘅時候啊，要求喺用紙上用一啲啊對森林友好嘅取態嘅一啲咁嘅啊紙張嘅出版商啊，咁令到大同埋呼籲消費者啊讀者。都有呢種選擇嘅話咧，我哋就可以俾即係嗰啲開發森林嘅人咧啊有一個壓力。我喺呢度呼籲大家去遊覽一下綠色和平嘅網站，表達你哋對森林友好型紙張嘅支持。